上一节我们讲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第一我们讲了，第一节讲了气一元论，讲了气的概念，气一元论基本内容，以及气一元论在中国传统医学当中的作用。这里面难点是气的概念，气是概念，对气的概念的理解，第一，中医学强调，从哲学层次上强调气是一种极细微的物质。二，气有运动的属性。三，气运动的根本原因是气本身阴分为阴阳以后，分阴分阳，阴阳两端的对立统一运动。第四，气是物质和功能的辩证统一。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气这样一个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的物质概念是不同的。咱们中国传统哲学从建立哲学气的概念，是以云气、天气以这样为模型，从直观铸建，从常识概念经过长时间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抽象出来哲学的物质概念气的。而西方哲学的物质概念是建立在物理学基础之上的，是以静态的固体物质固体模型为基础的。这两种概念的建立，物质概念，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所建立的物质概念，它们的根据是不同，内涵是不同的。我们讲气的可侵入性、渗透性、感应性，是西方哲学的物质概念所没有的。这就是将是物质又是运动，这一点东西方哲学的物质概念是相同内涵。后面讲那几点，西方哲学的物质概念是不存在的。西方哲学讲的物质就是物质，它在这个抽象的物质概念里面不包括物质和功能的辩证统一。而中国古代哲学气的概念，它非常强调气的运动性，是从气的运动升降出入、气化行气转化来考察世界的发生发展，考察生命的运动，而不是从气的结构是怎样，这个结构怎样决定了世界的发生发展，怎样决定了生命的运动过程。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所以请同学们在学习中医学的气一元论的时候，把重点放在对气的概念的理解。对气的概念在高等教育的教材里面曾经有过：一，气是物质，物质说；二，气是功能说；三，气是功能和物质两义说。从五版教材以后，最终大家意见基本统一到气是物质，气是物质。但是对气是物质这个表述方法仍然是一者强调气只能表述物质，不应该有功能的含义；另一种意见，气是功能和物质的辩证统一。这种争论、这种研究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大家也可以进一步去探索。但是我觉得最后对气的定义，中医学
气一元论里面气的定义到底应该怎么表述，应该尊重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还中国传统哲学本来面目，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表述中医学气一元论气的概念，而不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表述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如果我们把气仅仅限定为物质的含义，它不是物质和功能统一，我们前提是气是世界的本源，是生命的本源，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都取决于气。那么我们研究中医学讲究脏腑的生理功能的时候，心肝脾肺肾，就以心为例，说心主血脉，在这一点上，从生理上和现代的解剖生理学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心主神明，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生命的主宰，就是不是单纯靠心脏的解剖那个形体所能决定的，得出了这个结论。正是因为中医学常印，按照中国古代哲学气这个概念常印气是物质和功能的统一，而用系统整体的思维方法从功能状态来考察生命运动，因此得出了结论，脏腑的生理功能与他所依据的生物学基础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才能解释得了心主神明，为什么中医学的脏腑它的功能不能单纯用解剖学来解释，无论现代解剖学生理学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难以解释，这是由中国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归根到底是中国的哲学所决定的，它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对概念的表述，对事物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今天要从事科学研究，强调中医学者这个气，中国古代的哲学气，不是物质和功能的辩证统一，只承认它是一个静态的物质，它是运动到物质，而不含有功能的意义。那么我们进去从事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得出那些数据，那就归结到解剖学上去了。我们就追求这物质是如何了，心主神明物质如何去了。经络研究不是个例子吗？经络的本质是什么？那追求它的物质基础就行了。就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研究中医？我想回答，再一次强调中医学气这个概念，怎么样的来理解中医学气的概念？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一，我的根据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就是按照中国传统哲学历代哲学家对气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应该是怎样来表述它。第一，这个表述目前哲学界也是学术界的共识的。第二，它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第三，中医学从内经开始一直到现在研究所有的气，在不同情况下它的含义，那么都是这样来表它的基本内涵是这样的，就是还中医学的本来面目，按照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我想气一元论这一节核心是气的概念。那么讲气是物质和功能的统一，它和既是物质又是功能二元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想到五脏的时候，第一想到心，它是有形态的，我们讲了最早解剖有形态基础，但是想它同时又想的更重要，想它的功能，把功能和物质统一起来来考察它，不是立足点思维立足点就看那心脏
它的解剖形态是如何，哪个结构，无论是分子水平量子水平，哪个结构决定哪功能，不是这样的考虑，是总体来考虑它有什么功能。这个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区别点，也是中医学的纯思维方式的特点。如果这个思维方式建立不起来，就是无从谈起我是有中医的科学思维。好了，上一节的课难点再次强调，我们上一节就讲了阴阳学说的，讲了第二节阴阳学说，那么我们现在讲阴阳学说的医学意义。我们前面讲阴阳学说的哲学意义，讲了四个要素。那么阴险意义，我们定义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一气的一分为二，阴阳的第一个含义第一个内涵它意象，这一分二怎么理解，它包括哪些那个内容呢，它的内涵第一个就是指气的一分二，就是阴气和阳气而言的。在中医学里面讲阴阳，一是指阴气和阳气，二第二个意象，在中医学里面凡是能够用一分为二来规定的概念，不论它是实体或者它是事物的属性，通通可以称之为阴和阳。第三，从总体上那用阴阳两端对待，阴阳相错，用我们现代语言就阴阳对立统一来回答世界万物物质运动的规律，那么认为是阴阳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上述三者就是中医学阴阳这个术语里面的基本内涵，基本内涵把它抽象出来，用张景耀的话说就阴阳者一分二。就怎样来理解张景耀的一分二呢，通过上述三点来理解张景岳的一分为二。作为中医学解释具体科学的具体问题的时候，那么阴阳这个概念它的含义是怎么说呢，我们用下面一句话来表述它。说阴阳是标示两种对立的特定属性和性态特征的范畴，阴阳是最大的概念范畴。一，它既可以标示两种对立特定的属性，比如明暗、表里、寒热、上下、内外等等相互对立的两种属性，在中医文献里面找反义词这上下内外左右背腹，这些都是标示着事物相互对立的特定属性，都可以用阴阳来表述。所以说阴阳在中医学里面它第一个含义是能够标示两种对立特定的属性，讲事物的运动的属性。二，可以标示两种对立特定运动的趋向或者状态，从动态来考察动静内外上下持续，就它运动的趋向也可以一分为二。那么用阴阳来表达是表达事物运动的状态和趋向，那么无论是事物的属性或者事物运动的状态或趋向，都可以用阴阳一分为二这样一种观点来加以表述。这就是阴阳中医阴阳学说里面的医学含义，简单说那阴阳者一分为二人。那么具体
表述为上述一二三三个内涵。这是一般的规律。那么具体的规律呢？阴阳表示什么呢？它表示事物量，注意两种对立的特定属性。这里讲特定属性，阴阳规定事物的属性状态是有条件的，它和矛盾论是不一样的，它有严格的规定性的，所以提出来叫做特定的属性和运动状态。它可以表示事物的属性，也可以表示运动的状态和趋向，但是前提是有条件，是特定的。这就是阴阳的医学含义。总之，在中医文献里面，阴阳这样一个概念，阴阳这个概念是日常的概念，讲日光的相位、寒暑的更替、气候的冷暖。哲学概念，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阴阳之为道，阴阳不测谓之神。讲哲学，说一物两体，两体相互对待的两端，这都哲学概念。哲学概念还有和医学概念，我们讲医学的含义的时候，讲具体讲医学生命运动的属性、生命运动的趋向和状态，都可以用阴阳来规定它。讲人体之气分阴分阳，人的运动状态分阴分阳，那表现为医学概念三位一体啊。由此提示我们，在学习中医的时候，来一分析阴阳的概念，它的具体含义，要分析清楚，它在特定的环境下，它是表述日常生活的概念呢，还是从哲学高度来说明问题呢，还是从医学本身来说明问题呢？要分析清楚，概念就自然就清楚。它也体现了咱们中国汉字的多义性，反映在中医学里面的科学概念的多义性，而中医学的科学概念不是单一的，是多义的。具体反映为说指阴阳可以是指气，阴一物两体分阴气和阳气，也可以指具体的物质实体，也可以指事物运动的属性、物质运动属性。这就是阴阳的基本含义。那么我们学习阴阳的概念，要在中医学里面要分清楚哪些地方这个概念，阴阳的概念是从哲学层次来说明问题，哪些地方又是从医学本身来说明问题，哪些是指气而言，哪些指物质实体而言，哪些指物质的属性和功能而言，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气的含义，不至于把它混淆了。它要体现出来这个阴阳，就这一个术语它的含义的多一些，多一些。第二个问题讲气的阴阳的普遍性、相关性和关联性。这个《内经》阴阳相对说：“阴阳者，天地道之道也。”我们前面讲它的定义，什么讲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总规律。我们还原为传统的语言，《内经》的话叫“阴阳者，天地之道也”。这个道在这个语境里面理解为规律、规则。那么阴阳是天地运动变化的规律。所以易经叫一阴一阳之为道。那么这句话由这句话派得出来，他怎么理解他的意思呢？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它具有普遍意义。所以用阴阳学说，
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来解释生命运动的变化。我们中医学引入来以后形成这是第一点。第二，阴阳的相对性。阴阳是我们前面讲阴阳的含义是相互对待的两端。我们判定事物的属性、事物运动的趋向和状态，是阴是阳，是相比较而言的。相比较而言的，所以阴阳二志故以对待焉，相比较而言的，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所以所指无定在，就是判定事物的阴和阳是两者相互比较而言，前提是具有普遍联系的事物，这两类事物或者的运动状态和趋向相比较而言来判定它的阴或阳，这就是阴阳的相对性。它具体可表现为一，阴阳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果绝对的就不能讲话了，阴不可以转化为阳，阳也不可以转化为阴，这寒极生热，热极生寒，正因为它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它们才能互相转化。二，无限可分性。大家注意，无限可分性不是指这支笔按照数量的规定每次都一分而为二，无穷地分下去。注意，阴阳的可分性不是指从数学上来看，比如这支笔它的总的长度定下来以后每次都一分为二，无穷的分下去，按照数学的方法无穷的分下去。阴阳的 无限可分性不是这样的个意思。大家看底下呢，什么叫无限和有限，这是从哲学上来说的，说无限和有限它俩是相对而言的，同分析和综合一样。那么什么叫无限可分性呢？无限可分性是指从一分为二去看阴阳的普遍性，这样来理解无限可分性，就是说在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中永远可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这才是阴阳的无限可分性。第三，讲它的相互关联性。判定事物的阴阳，无论是从属性或者是从运动状态和运动趋向，一个首要条件是这两类事物必须内在具有关联。怎样才能叫做有关联呢？他们必须在同一范畴、同一层次上，也就是说在相关的基础上才能够用阴阳来加以说明。说日为阳，月为阴，那么日热这两者它俩是相互关联的，在这种条件下这对事物才能分阴分阳，是日为阳月为阴。从性别来看，这个层次说男为阳女为阴，这样来分判定他们，分析他们事物，分析他们的性别和日月的变化，那么分阴分阳是在各种日的层次上来分析，就不能够把男为阳月为阴把这两者放在一起，他们在不在一个同质上，不属于同一范畴的，不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不能任意的用阴阳来加以表述。第四个问题讲一讲，
用阴阳划分事物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也就是说对于事物或者事物所反映出现象怎样来用阴阳来说明，划分标准是什么。第一依据内经讲说水火者阴阳之造也，那么用水和火的属性来反映阴阳的基本特性。我们建立中国古代哲学和我们中医学对事物的阴阳属性进行性质和运动状态与趋向，最早的依据理论依据就是从水和火的属性，由此类推推理出来。火有热的属性，在运动趋向有向上的趋向属性，而水有寒冷的属性，运动趋向有向下的属性。根据水火这样一个属性，最早的阴阳的含义就是冷暖，那么火具有温暖的属性，水具有寒冷的属性，从而从古人至今划分事物阴阳属性，在咱们中医学里面就是以水火的属性作为划分事物阴阳的根据。第二，所以划分事物阴阳属性的标准，这个是根据水火的属性作为反映事物阴阳属性的依据，根据这个依据派生出来具体的划分事物阴阳属性的标准。比如说阳凡属于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功能的等等，具有这样属性的事物和现象就可以规定他们属阳为阳。相反，凡是静止的、内在的、下降的、寒凉的、暗物的、物质的等等，凡是具有这样属性的事物和现象就可以规定他们为阴。大家注意，阴阳是这两者划分事物的标准，是指两类事物相比较而言的，相比较而言的。例如物质和功能，物质和功能放在同一层次，它们两者相比较而言，我们规定物质具有阴的属性，功能具有阳的属性。注意，前提是这两者相比较而言的，前提物质与功能相对而言，物质为阴，功能为阳。离开前提物质和功能相比而言这句话去掉，说物质为阴功能为阳，这个判断至少说是片面的，至少说片面的。这个上面列出来，作为我们本科生来说，那么只要掌握这么几点，事物阴阳属性划分的标准基本就可以够用了。比如从空间来看，这空间上下外内左右南北天地相比较而言，规定上外规定它为阴。注意，前提应是这两空间两者相比较而言，昼夜也是，昼夜相比较而言，我们规定昼为阳，夜为阴。春夏秋冬，那么春夏和秋冬相比较而言，分阴分阳。温度、温热、寒凉，同样是两者相比较而言，规定温热为阳，寒凉为阴。
湿度、干燥、湿蕴两者相比较而言，规定干燥为阳，湿蕴为阴。重量，轻和重相比较而言，轻者为阳，重者为阴。轻轻者上浮为天，浊音者下降为地啊。亮度，明亮和暗污两者相比较而言，明亮为阳，暗污为阴。事物的状态、运动状态和趋向，功能与物质相比较而言，功能为阳，物质为阴。上下升降相比较而言，我们规定上升为阳，下降为阴。运动的动态变化，动和静两者相比较而言，动者为阳，静者为阴。人们的精神状态、生命的机能状态，说兴奋和抑制相比较而言，亢进和衰退相比较而言，我们规定兴奋亢进为阳，抑制衰退为阴。前提是划分事物阴阳的属性，前提一定是两类事物或者两个事物一定是相对的比较而言的，在这个前提下规定按照阴阳的属性划分事物阴阳属性的依据和标准，我们规定何者为阳何者为阴，条件是非常重要的，是两者相比较而言的。奢侈条件不能任意规定谁为阳谁为阴。在下面我们讲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第一，阴阳对立。第一讲什么叫阴阳对立，就是阴阳对立的含义。阴阳对立是指阴阳的双方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就阴阳双方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称之为阴阳对立。阴阳对立这个概念，它包含了什么样一个原理呢？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阴阳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它推动了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换言之，事物发生、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阴阳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阴和阳对立、互相排斥、斗争的结果，我们前面讲阴阳是第一条，就讲阴阳的具有普遍联系，阴阳普遍性，它们是互相联系。说气分阴分阳，一物两体。那么阴阳又本源于气，我们在这里把它分解开来讲，阴阳对立，讲它第一个概念就是阴阳对它们互相斗争、互相排斥，这里面并没有排斥阴阳之间，他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我们前面讲气分阴阳，讲气它有可入性、有感应性、有渗透性，在这里为了学习，我们把阴阳对立单纯强调对立，什么叫对立，用对立、阴阳对立这个概念、这个原理来考察事物、来说明事物，并不等于否定了阴阳之间他们互相制约。用今天的话说，没有统一就没有对立，对立和统一是一起的。用今天的话说，阴阳叫对立统一，咱们古书讲气本为一，分阴分阳。那么阴阳本于气，讲的是一分为二，合二一，讲的既讲对立又讲统一。那么对立
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事，通过对立统斗争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那么前提是既要排斥斗争，他们要互相感应，条件是必须是互相制约的，制约是统一的结果，没有统一就没有制约，没有制约就没有对立。这里面讲这个对立的含义是要告诉我们，中医学分析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的时候，始终用一分为二、阴阳对立、统一对立斗争的观点，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判定事物。在中医学里面，我们用阴阳对立的含义来说明问题，说是指阴阳之间的互相排斥和互相斗争，这两者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推动了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这样一个原理在中医学里面就是用阴阳一分为二这样一种观点和方法去认识世界，去认识生命的运动变化，去阐述生命健康疾病的问题。比如自然界，我们把气分为阴气和阳气，阴气和阳气两者互相比较而言相互对立。自然分天，天为阳，地为阴，说天地这样一个事物，我们把它一分为二，分为天和地。日和月这样一个事物，我们用阴阳对立的观点分日为阳、月为阴，其他以此类推。看人体也是生命现象，说人神有性不离阴阳，就是用阴阳对立的观点来看待人的形体，它的位置，看待它的功能。因为生命是阴阳对立运动的结果，有了阴阳对立的斗争，才能够有生长壮廖矣的发生发展变化。所以说生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从形神来看，相比较而言，我们规定形为阴，神为阳，这两者相比较。气血规定气为阳，血为阴，饮食有气有味，说气为阳，味为阴。脏腑相比较而言，我们规定脏为阴，腑为阳。这些旨在说明，通过这些例子，通过阴阳对立这个概念，建立起这个概念，用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观点和思维方法去来考察生命现象。湿疹，这茶筛按脉也要分阴阳，说舍白为阳，摄湿为阴，这个舍白为阴，摄湿为阳，说持脉为阴，朔脉为阳，烦躁为阳，萎靡为阴，都是相比较而言的。这些例子也是旨在说明中医学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阴阳对立这样一个概念，它反映出来的原理，告诉人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事物，去认识事物。第二讲讲阴阳对立的意义。阴阳对立，阴阳学说内容的之一，阴阳对立，第一掌握它的概念，第二它的原理，第三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只在一，为中医学奠定了一分为二的辩证观。中医学讲辩证论治，辩证论治，这里面突出的强调的是运动的观点，运动的观点。那么阴阳是气质阴阳，所以辩证观点体现了、奠定了中医学用运动的联系的矛盾的观点，突出表现为
中医学的科学思维观点、科学思维观，这个是思维方式，用矛盾分析的思维观，就是矛盾的观点来看待事物。这个阴阳就是一分为二，相互对待的两端，用现代的术语说就是矛盾，就是用矛盾的观点来看问题，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就是奠定了中医学的辩证观。二，建立了中医学的方法的分类方法。中医学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两分法，对任何事物属性、运动的状态和趋向，第一次分类就分阴分阳。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如此，中医学也是如此。在中医学里，对事物的分类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阴阳分类方法。这就是阴阳对立这个概念，它为中对中在中医学上的作用，一奠定了中医学一分二的辩证观，二为中医学提供了两分法的分类方法。下面讲阴阳互根。第一讲阴阳互根的含义。阴阳互根，什么叫阴阳互根？阴阳互根是指阴阳之间的相互依存，互为根据。在历代著作里面都有很精彩的表述，我们这边列举几个例子，说阳根与阴，阴根与阳，它就是表达了阴阳之间的关系，什么呢？互阴阳互根的关系，回答了是相互依存，互为根据。我们这个定义是现代语言，说阴阳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为根据，这种关系，或者把关系去掉，定义非常简单，就是阴阳之间的相互依存，互为根据，称之为阴阳互根。他讲两者之关，阴阳对立是讲两者之间的关系，阴阳互根还是讲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定义从逻辑学来说叫什么呢？叫关系定义，叫关系定义。说阴以系阳，阳与循阴，这中医书啊讲的。那这八个字也回答了阴阳是相互依存，互为根据这个概念，阴阳互根的概念。到了张景耀这个讲，最讲说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呀，那还是讲阴阳之间的阴阳互根。那么最重要的记住，我们说阴阳之间的相互依存，互为根据，位置阴阳互根，甚至再加上一句，可以说彼此相虚，也可以去掉它，不影响它的互相依存、互为根据的那个含义。这第一点讲一讲什么叫阴阳互根。用这样一个原理，使中医学建立起来，用从事物之间互相联系这样一个观点，去认识世界，来说明生命健康和疾病的问题。比如在自然界，天地日月水火寒暑昼夜清浊升降等等，我们在讲阴阳互根对立的时候，讲他们之间的两端对待，而这两端和对待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连续，互为根据，才能存在，才能构成了这段事物。因此这个天地一是两端，天为阳，地为阴，二他们之间又是密不可分，彼此相虚，相互依存，互为根据的。没有天无所谓地，没有地也无所谓天，他们必须同时存在啊。
昼夜也是如此啊。我们规定昼为阳，夜为阴，这一类事物两者相比较而言是两端，昼一端，夜一端，是昼为阳，夜为阴，但是他们这两端又是有内在根据的，具有普遍联系的，表现为两者必须同时存在，互为根据，互为理存，就是说必须互根。再举升和降，我们讲气机的升降，气机升降，升和降，升为阳，降为阴，讲升降的两端，讲的对立，而同时它必须互为根据，互相依存，彼此相需，同时存在，有升无降，有降无升都不可以，两者缺一不可。不可，以下以此类推。就人体而言，我们上面讲阴阳对立规定，说脏为阴，腑为阳，作为脏腑这两类事物，它们不仅阴阳在属性上互相对立，而且脏和腑这个同一范畴，脏和腑必须互相依存，互为根据，彼此相需，那么生命才运动才正常的。说没有脏也无所谓腑，没有腑也无所谓脏，强调人体脏腑之间的互相联系，它体现了阴阳互根啊。说形神如此啊，也是如此。说形为阴，神为阳，形神统一，规定形和神为阴，分阴分阳的时候，强调形和神两者的对待，讲合一，讲他们互为根据，互相依存，单纯有形，单纯有形都不可以，必须同时存在。气和血也是如此，气和血是中医学里面的生命物质的两大系统。我们前面在导论里讲，生命物质系统有气，有血，有精，有筋，有液。气中气是最主要的，那个血、精、筋、液都是由气所派生出来，就是经气化过程所产生出来。那么为了和气规定它属阳，那么又在这个前提下，为了和它对偶，中医历代的医家，那么又在血、精、筋、液当中取出血与气相对，因此提出了气和血是人体生命物质的两大系统。最早在哲学上是血在前气在后，叫血气，是血气方刚，不叫气血方刚。后来表述那变为什么呢？变为气与血。在咱们中医学里面，气和血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呢，我们分开来讲，是中医学认为生命的两大物质系统一。第二呢，这个气血这个一个这两个字作为一个语言符号，它另外一个含义代表着精血精液，实际上是生命物质的代称，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把它分开讲，是气为阳，血为阴。在讲气和血相比较而言，他们俩有阴阳的对待和两端，但是呢又讲那么气和血互相依存，互为根据。后面再讲气血的关系，要讲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他们之间互相根据，就阴阳互根，说气为阳，血为阴，因此表现为阴阳互根。就气本身，这是气和血相对而言，就气本身一五两体，分阴分阳，不仅要分出了阴气分一分二，分阴分阳，而呢阴阳本于气，他们两个互相依存，互相互为根据，彼此相需，才能统一一去。又表现为气的阴阳二气的互为根据。
解释生命现象生与死。我们强调阴平阳秘是在什么呢？阴阳对立焉互更的条件下才能够保证阴平阳秘。如果没有阴阳互根，就达不到阴平阳秘，无所谓健康，无所谓阴阳阴平阴阳和合。死我们讲说阴阳离绝，孤阳不生，孤阴不长。那么从这个孤阴不生，孤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和阴阳离绝谓之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反过来了一节生就不离绝，不离绝那就必须是彼此相虚啊，互为根据，阴阳互根呢。从阴阳力绝又反证了这个阴平阳秘，就是必须是阴阳互根这样的条件。只有阴阳之间不仅要对立，而且要互为根据，才能达到阴平阳秘，阴阳阴平位置也平人。那么阴阳互根一个失去它的正常的状态，不能互根，不能互根，两者没有联系，就是位置力绝，孤阳也不可以，孤阴也不可以，那么最后人就是阴阳离绝，人就死亡了。这就用阴阳互根这样一种观点来应试自然，应试生命，来阐述生长壮老矣的过程。第二个问题讲阴阳互根的意义。他在中医学里面阴阳互根这样一个概念或者说这一个原理它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中医学这个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它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奠定了中医学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观察世界，考察生命健康和疾病的问题。考察生命现象，考察人的生命现象，一定是在天与地人三者之间互相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二，考察生命本身，人体内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以五脏为核心的五脏系统的之间的关系，也是强调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在普遍联系的前提下最终达到阴平阳秘，生命过程才是正常的。疾病也是如此，也是如此，都是在人体内部要从联系的观点，从整体到局部，局部和局部之间要互相联系的观点来考察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用联系的观点来考察。换言之，这一个观点决定了中医学看生命健康和疾病的问题，不是就人谈人，不是就人体本身某个系统探某个系统，而始终是从整体联系的角度去考察问题。它反映了中医学的系统整体的科学思维方式。第二，作为阐述具体的生命过程和疾病过程的时候，那么第二就是反映出来就应用阴阳互根的原理，这样一个原理来考察阴阳在修长变化过程中彼此相虚，彼此相虚互为根据，突出表现在病理上，强调阳损基阴，阴损基阳，
由这个原理派生出来，终于在调整阴阳的时候，调整阴阳的时候，不是单纯调整阳，也不是单纯调整阴，而是把两者放在一个共同体当中，从呼吸阴阳呼根的角度同时进行调整，只是分清阳损和阴损他们的主次而已。著名的治疗原理在调整阴阳偏衰里面，我们还进一步讲，就张震岳提出那个平补的方法，左归和右归叫平补。平补他和王冰注释里面讲，这个益火之源以消阴，益壮水自足以治阳光，重大的发展。那么第一，奠定了中医学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考察问题；二，这个思想指导了古代的医家创造了一个最著名的治疗原理，就是张景耀所完成的。这一点我们在阴阳说说的应用里面，将来在治则这一章里还有进一步讲。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课重点是讲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也就是中医学的哲学，或者说中医学的科技哲学。讲了第一，我们讲了第一节，讲了气医元论。气医元论里面重点是气的概念，这里面要特别注意正确的理解它的哲学意义和医学意义，尤其是理解好它的哲学意义。在阴阳学说里面，第一，我们讲述了阴阳的概念，阴阳的概念，阴阳的概念，我们在医学上张景耀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叫一分为二，一分为二，这里面还涉及到气与阴阳的关系。讲阴阳的概念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讲述了气和阴阳的关系。气运动起来分阴分阳，那么气一分为二就是阴阳，阴阳本源于气，合而一就是气，他们这样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这是这一个单元我们讲的阴阳学说和气元论里面的一个重点难点的问题。好，下课，谢谢。